有人准备从上空攻击。哎呦！下面的高空攻击，跟一个躲在那个，哎，他也知道要站一个台阶。哇，漂亮！刚才跳跃真漂亮。啊，抓到了！没有，又松脱了。哎呦，看来这是要让菲菲有点成就感，让他抓到好了。刚刚卡卡已经抓过一遍，1-0。开始绕场活动，找不到地方去处置他的猎物，所以大家绕来绕去。觉得不好玩了，换来卡卡来玩。现在菲菲要去抢卡卡，这个猎物可以，但他又被生气。嘿嘿，死的动物现在要开始有个猫棒，让它可以动。
哦，漂亮。啊，咬得紧紧的，松脱不开了。哎，松掉了，嘿嘿。现在另辟战场，又一样的战略，一个在高空咔咔，也在下面联合作战，陆军、空军。你看好可爱哦，这个脸，而且眼睛你看好圆哦，你看，看到猎物就好圆哦。下面这只也是哎。看到猎物眼睛的好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啊、哦，好可爱呀、哦！你看，又跑上一阶，他也知道要站高一点。逗猫棒第三回合，像谁要抓到呢？刚第一回合没有录到，是咔咔；第二回合是飞飞。第三回合是谁呀、啊？你看，把它缩得这么短，现在很会抓，放长一点好了。看到很会抓，哎呦，哦，差点被抓到，哎，哎。啊、哦，装得紧紧的，哇！你看这个棒子都歪了，哦好哦，抓走抓走吧。咔咔咬走，我们看会不会经典画面？就是经过飞飞，去打他头一下。一直没录到这个画面，不过很有趣。我们等等看他的，他找地方去觅食。习惯上，他们还是喜欢猫抓板那边或鞋子啊什么味道比较重的地方，当做自己的安歇之地，这样来那个吃他猎物。啊，你看。弟弟现在干嘛？他也在做待命啊！你看，虽然姐姐在吃，他也在做待命。老鼠跑了，他会把它抓回来。你看，那他现在松掉了，没咬住。弟弟偷偷过来了。姐姐还在玩，弟弟过来了，匍匐前进，弟弟的动作比较漂亮，姐姐是比较精准，她抓猎物其实动作没有很多，连助跑也很少，这样，连助跑扭屁股也很少，哎，咬走了，我咬走，弟弟跟他抢可能会被打头，哎，我发现。要走了，咔咔要走了，就回来了。还是觉得这边肢解比较好。弟弟自己，那个飞飞，弟弟自己在找，看有什么好玩的。我准备让老鼠脱离呀、啊。
好，准备让老鼠脱离。他有注意到，好像有注意到，用身体在压住那个线，不让我动。抢走！弟弟还要行动哦。脱离了，嘿嘿。第四回合，第四回合哦，现在2-1，卡卡两，卡卡二分，两分，菲菲一分。都没有抓紧，菲菲是会抓住，然后赶快往嘴巴咬。我现在看起来都没抓紧。你看那只动，拍一下，其实他没在抓。你看，抓到线。好，现在目前2-2。他也要保护他猎物了，进行猎物保护战，找地方吃猎物。